Someday I'll find home. The picture in my mind, a place where I can go, and you'll be always mine. Always mine.来讲，月子中心一定要帮妈咪去照顾 baby， 让他们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我的第一胎2017年跟第二胎2019年都是在 Womb Care， 第一胎2017年呢是在旧的 Womb Care， 第二胎2019年是在新的 Womb Care。Definitely 是不一样的 feeling， 因为第一个是2017年是一个 home base， 住进去就是哇很有家的感觉。第二个就是住进来就是哇很多东西都 upgrade 了，整个环境都不一样，真的是很舒适。然后很多东西以前没有做到的都现在都真是有做到，他们真的是 Womb Care 真是很用心在做这个行业了。I promise you I'm always yours and always mine. 自从入住咗 Womb Care 呢度之后，我完全冇晒压力，我唔会觉得哦照顾 baby 我好惊啊，佢瞓唔瞓得好啊，食唔食得好啊，定系我会整亲佢啊。Sometimes love is brief.给我最深刻印象就是员工很贴心，每当妈妈外出带宝宝去打针的时候，他们会就是你一回到去月子房，他们就会把热腾腾的食物端到你的房间去让你享用。我当然会向朋友推荐 Womb Care， 我一定会向朋友推荐 Womb Care， 我们左一中心会推荐 Womb Care。